都给没收了，都给没收了。藏的有四枪吗？没有枪了。没有枪了。你们一直都在阿鲁山了，没在满归？没有。这不搬迁了吗？啊，都搬迁了。搬到那个公安局。 实际上，过去我们就和大自然特别和谐的生活在一起。那个，比如说打猎吧，很多人就说：“哎呀，他们把什么动物都……我们老人打猎，那是属于精简这些鹿啊、憨呢里头的老弱病残杂，把他们打母鹿绝对不打，母憨也不打，它有生儿育女。” 好，死不了，真死不了。妈了个逼！你吹一下他那个，你吹下针头。哎，针头好使。行行行，你别捏。 你这血了，那是。快进吧，进吧。哎，你别扔它，小羊没拿呢。咬。再远点。再还想把绑到五，别过来。对，不能咬了吧。 咱们这个时代狩猎文化消失，惭愧无望。